洪恩同大陆男星张丹峰在2009年结婚，2018年曾经爆出张丹峰出轨经理人不认，当时洪恩力撑老公，而在日前洪恩三度发文宣布同张丹峰离婚，而被指为小三的不认亦都发文，意思是想撇清自己小三的身份。有网友看到不认发文，指出不认在两星期前发文才显示在云南，今次的回应显示已经在北京，加上洪恩突然在深夜发文，猜测你为什么都在北京的，被捉到啊？直言大半夜的估计是当场被捉到吧。而有网友就在张丹峰的发文下留言同不认过，不过就被张丹峰回应指同你过。有网友觉得张丹峰做错事还死要面，